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有这一部分的需要，对，我觉得我的心灵上面有一块缺失，因为孩子不在了，那你要不要想办法帮助我，对，然后呢，好好再相处，对，他就跟我说，他就说他可能他的年纪也到了一个地步，就是人改不了个性，他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他说可是我可以给你一个 promise， 我可以给你一个保证，就是说当你有需要，当你只要一通电话或者是任何时间你需要我，我都会出现然后如果你需要有任何金钱上面你都不用烦恼然后呢你也知道就是说不管你今天做对还是做错我永远都会挺你，听起来蛮感人的是我觉得说他有跟我讲到这，他说其他的你就好好的过生活就是你我们就好好的相处。那你有行使过这些权利吗？他给你的 promise？我其实在金钱上，凡哥，我现在在吃这个很好吃的一个海鲜餐，好了，我好希望你跟我一起吃，他会不会来？他如果肚子饿，他会来。他如果肚子饿，不能有前提啊！你那个 promise 是一通电话，你需要我就会出现啊。